你其实现在民调有起色吗？我们自己做的民调当然是已经起色啊，越来越高。我们很感谢这个我们主席哈啊的格局跟智慧啊提名我，那我们当然是义无反顾，然后继续努力。啊，不过陈水扁前总统一共有三个县市比较不 OK 啊，其中一个就是嘉义。对，所以这表示说他以他的政治智慧哈，在提醒我们的党部对这三个县市要挹注更多的监会也好，帮助也好的这个意思。那接下来除了党部要加油之外，你自己有什么地方你觉得可以再加强？对，我们一定要继续把我们的政绩做出来，因为政绩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助选。然后我们未来会在这个政绩上继续努力，也会努力让我们的政绩能够让我们的市民知道，市民有知道的权利，我们有告知的义务。像好像说那个不论是对萧淑丽或是对黄明慧，您的民调都好像没有他们高，怎么看这样的说法？这个是看谁做的。市长好像说，因为彰化县县长立提名啊，加上李俊毅委员他退选，还没有办法出现，怎么看这样的？这个传言不断，但是我们党主席的格局、高度以及智慧，他的信息哈、更加的完整啊，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因为有很多的传言哈、代表是说，可能有一些人哈、是很希望说能够。不要我站在那边选呐、那意思就是说我可能是最强的，啊，所以大家有一点点担心哈、我的选举。不过这个部分没有关系，这个我们今天的提名就代表我们，支持者这边，我们绿营这边整合的开始，以及我们努力的开始。那绿营这边还是这样子坚定的这样子那个提名，您会觉得自己觉得很有压力，绝对不能输？当然，当然，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这个我们肩负的就是要在这个能够让这个嘉义市民进步党的执政继续下去。那主席有跟你谈过话吗？我们常常有谈话的机会。比如哪些呢？就是我们来开这个中常会的时候，中执会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就会谈。他当然是鼓励啊，鼓励我连任啊。你对自己很有信心吗？很有信心。他说你不是哗众取宠的，那你怎么看？对，我不是哗众取宠的人，完全赞成啊。